严刚，回来吧，我们需要你。是啊，我们是一个分不开、离不去的整体。严刚，我们是一个团队，只有发挥团队的力量，才能战胜所有困难。好了，只要不做买卖就好，实在太闹心了。但当初最早提议解散的就是阿志，估计让他回来，就难了。依我分析啊，前后左右，最难懂。 最纠结的一个人就是他，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才会让他这么纠结。我想想啊，如果阿志他真不回来，谁该玄天昊带我们去现场拯救灾难啊？哎，是不是阿志觉得我们冷落他了，我们没有在意他的看法，所以一气之下就离开了？不对，阿志他是一个觉得自己很酷的人。 而一般觉得自己很酷的人都非常的自信，所以说他不会因为我们的冷落觉得不舒服的。我们想一想，我们之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发生过什么？哦，我知道了，应该是因为阿志没有战机王，所以他很自卑。哦，原来如此，没有战机王。我说吧，就你们俩瞎嘚瑟，真是的，每次都这样。 现在阿志被你们俩弄得都自卑了，切，确定吗？上次在讨论战机王的时候，你们讨论的那么开心，阿志在那边特别伤心，你们不也一样？这就叫做得意忘形，言多必失，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喂，给，其实我一直都在联系阿志。 今天他回我了，还是不肯回来，就连地址也不愿意告诉我们。看来这家伙的确是被我们打击了。别说了，你快去找吧。嗯啊，走。嗯，姐，最近有家花店很火哎，你看，怎么了？你去过啊？在这个时代，有样东西叫朋友圈，大家都会在朋友圈里晒自己收到的花。哼。 我又好希望有人能送我花哦。那你就让救你一命的那个严刚送你啊！姐，你说虾米啊？大家都知道了，他顶着冰雹送你去医院，他能送你去医院，就不能送你一束花吗？啊，姐，那你呢？你就不希望有人送你花吗？送花？送花这种行为太幼稚了。再说花不会凋谢吗？我这么成熟稳重，活在追求中的人是不会在乎那一秒钟的事的。 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查清楚宣传科那笔经费。你是想查清楚经费，还是查宋鄂利呀？哎，张打是吧？啊，<笑>看着范围小，走起来才知道大。哎，要不大家分散找一圈吧？嗯，试试最后的希望。好，好吧。嗯。 这家伙能去哪儿啊？谁知道啊！现在是吃饭时间，阿志在不在附近呢？这么大的地方，阿志在哪儿啊？哎，阿志。 我找到阿志了，快过来！啊，这……阿志，你开咖啡店了？你不开飞机卖咖啡？我在打工。阿志，别打工了，快跟我们回去吧，我们来这儿就是来劝你回巢臼的。不用，你们看我现在很好啊，看，这种美丽的环境。 特别适合我来等待我的完美女性，阿志，你就跟我们回去吧，我们四个都已经归队了，就差你一个人了。我看你这买卖待遇也不怎么样吧？阿志，你身为机长，就应该有机长的责任。你忘了妖愁恨集团制造的反人类灾难了吗？是吗？机长，责任？我怎么一点没这感觉？反正我也没有战机王，每次也只是陪着你打酱油。 没我，你们一样也能行。你们赶快回去吧，一大堆人站在这儿影响我生意，老板看见是会不高兴的。你，阿志。
人家都下逐客令了，还不走？态度诚恳，言辞恳切，抱恨深切。啊，我的信呐、啊！保持认错，狂求翻身机会。嗯，这个不错。博士，博士，我啊，情况怎么样？我还是相信阿志会回来的。虽然阿志多想，但其实我们错的也很多，所以就算再努力把他找回来也是应该的。之前是我们太自私了，没有考虑到付出了最多却把功劳全给我们的阿志，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反省一下。哎，现在仇恨怪越来越厉害，我们两台战机王又轮流故障，想到原来有阿志驾着玄天号带着我们战斗，还真幸福。做人好像应该惜福啊。你们刚才说得很好，我们巨神战机队超旧分队就是一个整体，怎样团结，如何把这五个人团结成一个人，你们该做的就是要相信自己的队友。记住你们刚才所说的，特别是大勇说的，你们要相信阿志他能回来，他就一定能回来。这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回响？你们在干嘛？回想爱舅舅铺张浪费吗？你们几个回来干嘛？扫墓啊？孟欣姐，我们回来拿东西。东西都拿好了吗？走了。你看你，就是因为你不老实过活，害得一群无辜，你好意思吗你？这，我为我的不成熟而感到难过，我希望你能够教我如何弥补这些过失，改正这些错误。这有什么好教的？你老实好好交代就行了。对，你说的对，就是我不够老实，我要认真找出怎么也找不到的超级拯救机躲在哪里，让你对我刮目相看。等你找出来再说吧。我知道错了，如果你给我这个机会。一次一次的失败，这可怎么办呢？王爷，有好消息！禀告鼠王爷，仇恨蜱虫能传播强大的病毒，同时能吸收空气里的油气。这蚊子真大，制造可燃性气体。吹牛油吗？再配上火炬，不错，能够引发一连串的爆炸，绝对的灾难呢！好，练出来看看。他家环境不错吧？谢谢光临。谢谢光临。像小时候一样善良。老板娘，放到我来吧。啊，辛苦了。没事。阿志，你干嘛？赶快回去。你怎么了？没跟老板说？大雄，我跟你说最后一次，别再来打扰我工作了。我不想让我老板看见我不认真。赶快回去，有事以后再说。这……你再不走，我翻脸了。可哎，再见。我变强大了，我恨人类，我要报仇。我的蜱虫就是因为吸了点淤血，不小心传播了一些传染病。人类是哪样伤害我们的同胞，所以我憎恨人类，我要报仇。文妖姬，去破坏再说。乌鸦白凤丸。这么好的仇恨怪，估计又给浪费了。信徒，白妖姬，该我可以出去报仇了。阿兰，我出去买点菜。哎，行，路上注意安全。嗯，好。哎，这老板娘眼睛看不见呀。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了，能说话了吧？
对不起，大九，昨天是我态度不好，我不是针对你，我只是不想让老板知道我身份。为什么呀？说来话长，因为小新就是老板，也就是你刚才看到的女孩，是我小时候的邻居，我们经常在一块玩。有一天我们俩在屋子里玩躲猫猫的游戏，突然电路短路引起了火灾，整个房间都被大火包围，一块烧化的天花板就要掉了下来，眼看就要砸中我，是小新在危急时刻一把把我推开了。我们虽然都被救了出来，但从此小新却失明了。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你不想见到我们了呢。阿志，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但是你作为站位，身上肩负着比别人更重的使命，你不应该以任何借口来逃避自己的责任的。我没有逃避，我是真的想弥补小新。这就是借口，你还在气我们一直以来都忽略你。阿志，对不起，是我们一直都忽略你了，让你心灵受到了伤害，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替大家向你道歉了。希望你不计前嫌，重回战队。我们巨神战机队、超九分队是一个整体，只有五个人团结一心，才能肩负起消除灾难、拯救生命的重任。拯救众人。你现在知道我们有多苦了吧？仇恨皮虫，你把这个给解决了，我们的仇恨才能释放，这次就都靠你了，只准成功。都靠我吧，我超恨这些坏人类的。好，给你。我好开心的。这感觉好舒服呀，浑身充满了干劲儿，只要上我的东西我就想吸，吸了还想吸，让我吸。工业区出现妖君和仇恨怪，大家快去现场。明白明白。知道，别犹豫了，阿志，我们走吧。现场排难，好，马上出发，一起战斗吧。我不去，就算你们没有我，你们也一定能打得过仇恨怪。那我出发了。阿志，等你。不行，再想去也不能去。专搞破坏的臭蚊子，这次又想干嘛？我这不是想你了吗，小帅哥？平时一听到蚊子叫就起鸡皮疙瘩，没想到说起话来更恶心。气死我你！这妖气味好浓啊！总算是抓重点了，记住啊，我是妖超狠集团的超欢皮虫，现在有干片大的兄弟们，再送你们一个敬意，我烧死你们！躲不了你！加油！这好啊！和早死早脱生。攻击
全身光，全身光，真刺激呀、啊！糟糕，可恶！山路可真惨呀、啊！这次有幸是个立功的好机会，你秀，由我来。我不来。当力量不足的时候，就要集中力量，才能取得胜利。明白了，大家先集中攻击仇恨蜱虫。咦，收到。明白。好。你们，不是我，难道我这么可怕吗？所有人情报，打完我有人。我们先上吧。好。我们也准备。闪修合击 Get your flaming sword ready 闪修合击出击我好痛哎呀真没用太丢脸了这不可能快给我喷喷的力量如果人保存盯着我给我立刻修起来给我喷喷的力量第二场我有血气我有报仇巨神出动超级无敌超旧分队 Ready3, 2, 1 Rescue Engine, Go! 人类真讨厌我有毁灭炮可我杀了我杀了超旧 Transfer不干来了！组合，组合！有问题，别逞强，逞强危险。废话真多，躲避成功，一起加油。怎么会？我不相信，真可恶！再来，强压盾启动，暴力护盾启动。还有护盾，还没用，看我能撑多久。最大活力，急转急转，我。真能拖，身体里都堆垃圾了。50度了，好热，好烫，好烫，突破60度了。两个铁皮怎么还没融化？哎呀，怎么办呢？元气刷完了，折向讨厌了。肚子好痛啊！我要先缓。动力全开。
云霄剑。云霄剑。出击！一起攻击！什么？你们惹我的辣？我们独自啊！你气死我了！没完了！你，哎，呀！最后一击！罪有应得。我不怕，我没输，我还可以再打。你还是先保命吧。金光，你就疼。我要跟他们拼了。哎，怪物越来越疯狂了。是啊。